来的衣服是什么样的呢？智能裙子，外星人衣服，确实是太像了。时尚圈目前才刚刚开始接触智能概念，就忍不住推出这套智能裙子。原谅我不懂审美，不懂时尚。它采用多个 3D 打印元素组成，并且内置足以照亮整个房间的 LED 灯。这件衣服很有意思，能够准确地感知你的内心状态和情感，发出不同的灯光。当你面对他人压力大时，衣服会发出闪烁的光亮，提醒其他人退后。在衣服中间还有一个摄像头，帮你拍照和记录生活。就是看着太像概念产品了，估计没人敢穿着走出大街吧。发热外套，如果你生活在寒冷的地区，就会知道冬天有多痛苦，包成粽子都会觉得冷。有人设计出发热外套，加上了热技术的科技含量，轻薄透气，还会发热。最可惜的是，外套不是太阳能的，需要充电使用。虽然这样的外套听起来很优秀，但是考虑过换洗吗？智能袜子，你听过智能袜子吗？什么？人人都在这个智能的时代追赶潮流，袜子君竟然也要来参一脚。这双智能袜子采用了特殊的纤维传感器面料，能够精确地检测到相关的运动数据，比如行走的步数、迈步的步伐，甚至是你的体重变化。当你走路或者跑步姿势不对，它还能把数据传导到手机上，随时帮你调整。不过穿久了可能有些重口味吧。智能健身训练衣，除了智能袜子可以选，这款智能健身训练衣把科技和服装结合在一起，能够随时监测肌肉运动、心率和呼吸的状态。穿上这件衣服，你可以追踪全身肌肉群的运动。远远看去，这件训练衣就像被施了魔法，它会向你的身体发送最小的电脉冲，并感受每一块肌肉有多硬。这些数据都会在手机上实时显示。如此科技含量高的衣服竟然只有20克的重量，太牛了吧。创意运动鞋，你可能会因为颜色和图案囤几十双鞋子，但是其实这双运动鞋就能解决你的需求。它内置电子墨水屏，能够让你像换手机主题一样轻松更换鞋子侧面的图案，无论是自带的还是你自己定制的，都可以自由打造，让运动鞋呈现不同的外观，甚至还能印上彩色动漫图片。当然你也不用担心充电问题，电子墨水屏由柔性电路驱动，可以通过穿戴者走路的动作充电，而且啊能够防水哦，科技感是有的，就是不知道耐不耐穿，舒适度怎么样呢？这里是大可看奇闻，喜欢这类视频记得点赞关注哦，谢谢。